最近便利店调酒又火了，今天就教你用便利店形式教你做出经典鸡尾酒。第一款教父是当代最流行的猛男鸡尾酒，威士忌加入杏仁烈口酒，喝出男人的魅力。第二款金飞士是一款以金酒为基酒的飞士风格长饮鸡尾酒，清凉爽口，酸甜平衡，减压必备，释放压力就选它。第三款莫吉托，这款风靡全球的鸡尾酒也被称为大众的情人。夏天来了，为何不与你心爱的人一起享受这杯大众情人？今夏就决定这杯。第四款特基拉日出，红石榴汁宛如刚刚升起的太阳，橙汁就好像洒满阳光的金色大地，浓烈的阳光又使人想起墨西哥的朝霞。橙汁和石榴汁交织而成的色调，完美的呈现出日出时的效果。第五款咸狗，它是夏天的解暑必备神器，西柚汁的酸甜和盐能激发出伏特加的风味。你看这杯酒像不像此刻躺在床上刷手机的你呢？